哇哦，来来来，顾欣怡，我的姐妹，找到亲人了。左边一个妹妹，右边一个顾欣怡。我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五分钟。你看我一看就是学霸，我一点都不着急。我先跟大家唠四分半，然后我再画。哎，我知道顾欣怡老师，我想借一下你的手，可以吗？行。那手画坏，他们给我手画坏了。好吵，王晴，快点！你在干什么？他给我染色了。葛欣怡老师的青春制作人们辛苦了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对葛欣怡姑娘负责。天哪，预言是真的在作画，是我们四个里唯一的画家。不方便，我其实我学了十几年美术了，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等我画出来的东西，要是跟你说的话不符，我就打你。但是我不知道戴萌姑娘的审美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审美非常高级的，我告诉你。那完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人民艺术家，不好意思。我的这幅画呢是我的手，然后握着我最喜欢的麦克风。为什么它是四个手指头？因为我平时拿话筒都会这么拿，所以是四个手指头。这幅画的意义是，想一直留在舞台上唱歌，想紧紧抓住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机会，拿住麦克风的机会。我的妈呀，对，我给大家解说一下啊，下面这个钻石反正就是我那个一直用的那个我的 logo 嘛，个人 logo， 然后上面呢用了蓝色、紫色、黄色，然后还有这个绿色，就是我们 SH48 每一个队伍的颜色。然后上面这个我写了我的名字，然后呢就是我的应援色，代表的是我的青春制作人和我一起，就是只要我们在一起携手并进，多远都能到达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超级简陋，但是比较抽象。这上面是一个解说员，它是一个皇冠，下面是一个 X， 这个女孩她代表着无限的可能，不管有多远的路，多长的路要走，最后终将能戴上属于她的皇冠。所以，我就是借用了一下那个葛欣怡老师的这个眉手，来摆了几个像那种剪影一样的动作的轮廓图，有一个 Yes OK 的，还有一个挥手的。因为我为什么要画挥手呢？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你这段时间你可能到达一种境界了，但是你要对这段时间的这个成果你要放下，然后你才能去下一个人生中的这个阶段里面收获自己的成长，收获下一个 Yes OK。 其实人民艺术家，不好意思，找到自己的那个感觉就对了。对，它是属于你的，它是属于你的标签。嗯，谢谢你，你懂我。哇哇，太棒了，哇，太感人了。谢谢。我一直就是在一人一爆炸里面想尝试一个发型，从这边分开，这边分开之后呢，这边是那种小卷儿，然后这边呢是直的，直溜溜的，不能再直了，就打了十分护发素的那种柔顺，就是黑色的头发就可以了，干干净净的。怎么，我这种彩色的头发就稍微的有一点不干净吗？就是妆容的话，给点睫毛，简约又时尚，就是想让它是一个这样的形象。然后要健健康康，辛苦了各位。反正跟我的这个钻石还挺配的，就是可能我会给他的衣服上面，就是在制服上面设计一些这种 bling bling 的元素，领带上面就镶钻呐、还有什么腰带啊，都是镶钻，就是钻石盔甲的感觉。哇哇哇，头发这样操起来，就是一个很酷的女孩，高腰然后显腿巨长的裤子。谢谢老师，给你。就头发的颜色就跟我颜色一样就可以了。完了之后，手里拿这个话筒，然后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形象就拜托各位青春制作人啦，拜托啦，拜托，辛苦啦。青春制作人们，即日起参与爱奇艺青春有你发起的7米2静美装扮大赛，为你喜爱的训练生设计相应的静美专属形象，就有机会被训练生参考并获得奖品哦！赶快行动起来吧，训练生的卡通形象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中。